为一来，亦即修到此果位者，死后升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人，再升到我们此世界一次，便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。三果阿那含，华意为无孩，亦即修到此果位者，不再生于欲界。四果阿罗汉，华意为无生，亦即修到此果位者，解脱生死，不受后有，为声闻成的最高果位。二指阿罗汉。3204224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:51:46 GMT 16年8月 CE 4751912200 Heights 4224一。一念三千位在我们日常的一念之中，三千诸法同时具足的意思，这是天台宗的观法。三千者，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等四十法界。这十法界中的每一界各具有十界，成为百界。百界中的每一界又各具有十如，成为千如。千如中的每一如又各具有三种世间，即众生世间、国土世间和五阴世间，变成三千世间，或叫做三千诸法，是一切法的总称。32041017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:51:50 GMT 16年3月 F9 4751912600 Heights 4107一念不生，心中毫无杂念妄想，乃超越念虑的境界。320414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:52:52 GMT 16041415192800 Heights 4104一。一念业成，只要一念坚信阿弥陀佛的本愿，就可以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业。32041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:51:52 GMT 16年3月 F 登负4751192800 Heights 4102一。一念万年位在一刹那之心念中，就已摄尽了万年的岁月。32038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 01 December 2007 16:52:02 GMT 16034747四七五一九千一百三十二零零三 Heights 3839。一念随喜，一个随喜的念头。3204116:32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。01 December 2007 16:51:56 GMT 16年4月 8B 负4751912 C 003 Heights 4116:3。一名一个咒语，名就是咒陀罗尼的别名。32039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ite
01 December 2007:56:52:08 GMT 16年3月 VF 负4751万9138003 Heights 3991。一法一事或一物的意思。3200-3989-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:16:52 GMT 16年3月 GD 负4751万9134003 Heights 3989。一法句一法的章句。3200-4250-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:16:56 GMT 16年9月 F5 4751-9136003 Heights 4254-9一法应又名一时相应，见一时相应条。一时相应又名诸法时相应，四法应之一。一时相就是一切事物的真相或真理，应就是应气。佛说一切大乘经都以时相的道理来应定其说，外道不能达，天魔不能破，如有时相应者，便是佛说，否则便是魔说。四法应小乘的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三法应，加上大乘的诸法时相应，合称为四法应。3200-4152-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:16:52 GMT 16年5月 F7 4751913A003 Heights 4152-7一法界以唯一的法界，一即真如的理性。二每一法的分界不同，故每一法都叫做一法界。3200-4112-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:16:52 GMT 16年4月 7A 负4751913 Heights 4114-9一空一切法的自性皆空。3200-41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:16:52 GMT 16年3月 F 4751913 C003 Heights 4150一法界心超绝有无和没有差别的心。3200-4132-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01 December 2007:16:56 GMT 16055545194100003 Heights 4136-5一空一切空，在修空假中三观之空观时，应观不只是空才是空，就是假和中也都是空。3200-4565-7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01 December 2007:16:52 GMT 17019-4151-9144003 Heights 4565-7一刹一佛所教化的国土。
沙就是国土的意思，通常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称为一刹。三千大千世界即大千世界。大千世界是佛教说明世界组织的情形。每一小世界，其形式皆同。中央有须弥山，透过大海，矗立在地轮上。的轮之下为金轮，在下为火轮，在下为风轮，风轮之外便是虚空。须弥山上下皆大，中央独小，日月即在山腰，四王天居山腰四面，刀立天在山顶。在刀立天的上空有六仪天，软在上则为色界十八天，隐喻于色界四天。在须弥山的山根有七重金山，七重香水海环绕之，每一重海兼一重山。在第七重金山外有咸海，咸海之外有大铁围山。在咸海四方有四大洲，即东胜深洲、南善固洲、西牛货洲。